就是撞鸡蛋啊。两个人一颗，看谁看谁的硬。为了撞一下，再吃一个，不然对不起15块钱。一定得撞一下啊！这怎么撞？啊？咋撞？就是这样握着，就这样握着，然后大家互相一顶，就看谁的先碎嘛。就这样吗？你的就碎了。来来来，试一下。哎呦，我都碎了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我再来。你有点鸡蛋碰石头的意思。来试试。点过来的是吗？我还没有。三蛋。现在就差一个，碰一下，这就已经碎了。那我们反正这碎了好几个。5、6、7子。耶！我输了。你几颗了？第四颗碎了，所以李四蛋。四蛋。每周五晚8:10，力拔玉品海洋精华洗衣液，花儿与少年露营记。